这又是哪儿？这里是灵虚教暗中建立的庞大的秘密通道，这些通道遍布世界各地，修容于地下或阴暗洞穴之中。 我的妹妹也囚禁在这里吗？这我就不清楚了。不过灵虚教抓走了你的妹妹，定是想将她献祭给混沌邪神。小李，之前我已经唤醒了你的嗜血咒印，接下来就要靠你自己了。 在那边，我刚看到他被一个灵虚教的混蛋带上，往浪漫的方向去了。多谢师兄，来，我带你出去。不必了，我的家人都死了，我也身受重伤，活不了多久了。我只是。 苏师兄，你怎么也被抓进来了？我在战斗中昏了过去，醒来之后便在这里了。师门现在如何？师兄弟们死伤殆尽，我们几个侥幸逃出来的，也都被抓来了这里。灵虚教经过的地方寸草不生，师门变为一片焦土，就连掌门也。 掌门如何了？我们赶到掌门房间的时候，他看得出，他临终前以一己之力对敌无数。可那灵虚魔物实在是太过强大，都怪我们没有保护好师父。 你们不必自责，我苏某今生是抱着灭门之仇、灵虚教，我定叫你血债血偿。很好，你内心的仇恨终于被点燃了。
少侠且慢，你是什么人？小的只不过是个变戏法的。什么意思？你想怎样？啊，这位小爷，放松点。我之所以会到这儿来，是因为我最近正在钻研那画魂器。画魂器？你研究它做什么？你不知道吗？那些有画魂器的人，一天到晚都跟入了魔似的。我想，我的戏法要是有此等魔力，所以，你想让我把画魂器残影给你？哎，我们耍戏法的从来不白要别人的东西。少侠若肯将那画魂残叶交予我，我必有众筹。这只是谢礼，得少侠猜对了才能给。猜什么？我这里有三个罐子，在其中一个里放入了个大蘑菇，之后我会将这三个罐子任意摇换，请您指出哪个藏有大蘑菇的罐子。如果猜对，我这些日子在这里搜集到的好东西就归您；如果猜错的话，那就对不住了。
又一名囚犯的尸体，死状很相似，难道是不堪忍受地牢中的折磨吗？这名弟子应该是在逃跑的途中被狱卒袭击而亡的。至死都没有放弃抵抗。这具囚犯的尸体腹部有一道深深的刀口，应该是被狱卒拖到这里处斩的。
人的穿着，既不像虚将，也不像忘恩归宗人，倒很符合盗贼或寻宝者的特征。然后呢？尾极横下，金极纵下，尾无天地，金有乾坤的意思，可以理解为宝物在上或下，而不在左或右。没想到你还挺聪明的。下一句就很好理解了，是吧？这名被袭击的弟子看得出他独自不顾支撑，至死都没有放弃抵抗。端端的人就这么没了，据说那些人的亡魂要被送往魔境做祭品。我也不管什么人不人魔不魔的，能多活一天是一天。你就在这里等死，不然还能怎样？反正那些人早就逼我。
凡是身上有契约之人，没有一个活着的。等待的尽头到底是什么？小李，你也在等我吗？不要让情感支配了你的内心，这可不像幽魂族的战士该有的样子。喂，等死的滋味应该很难受吧？你问我？不对，不应该问你，你是个死人。这是囚犯的尸体腹部，有一道深深的刀口，应该是被狱卒拖到这里处斩的。应该是在逃跑的途中被狱卒袭击而亡的。难道是不堪忍受地牢中的折磨吗？